哦，对，那个柜子，那柜子。忘了。酷。就是上面放肉，然后再把它熄灭。哇、哦。柜子，柜子。哈哈哈！哇，大他们都想了。建筑小达人。建筑小达人。帅呀！帅呀！我知道，我谢谢，我知道帅，谢谢。哈。怎么还有少人？嗯，少谁呢？只能放十五的柜子，合理。这可能是酱油加的柜子吧？啊，酱油加的柜子，只有十五的柜子。酱油电脑桌旁边的柜子，对对对。哦，对，通通都是食物啊！你这样害我想要拿东西吃，你知道吗？然后又要吃东西了，对不对？要吃啦！哎、欸，我朋友这场都没有吃哎、欸。想吃了吗？该吃了，该吃了，遵从自己的欲望。对 对, 對，想吃就吃，听从你不能自己吃，就这样子蛊惑别人、欸。大家是不是很饿？要不要吃？马上给我饮料。马上给我有饮料，我有饮料。哦，对，我觉得自己也没选对。对，哦，哇，这个还想当国王，还是想当间谍？嗯，没有，我是建筑工人。你是建筑工人？你是建建建什么？建？所以你是建人，建筑工人，简称建人。省太多了是不是？有点，一直都不一样。我，哦。看错了，等一下这个香蕉是不是之前那个西瓜啊？它变了，是吗？对啊，那个 ID 好眼熟，好像是哎，就是那个害大家都死翘翘那个西瓜，是不是？啊，对啊，他想要装啊，他想要装都死翘翘，以为我们不认得他，并且 ID 太眼熟了，不好意思，杰克是好像不在，他就是那个啊，应该是我们上次那个亡命奔逃。对、哦，就是因为他努力在外面撑，然后他不站在中间的、哦。对对对，就是对，过二十秒。哎呦，我认人功力很强的哦，别骗哦。硬生生拖了二十秒啊！他后来还来本专说对不起。太可爱了。把他拉进来都说没问题，没关系。叫狗嘴耶。叫狗嘴，叫狗嘴哦！刚刚有人慢，让他们多一个人没关系、嗯。好，打 C 啊！哦，你知道做那个十字那个吗？欸、哦，是不是被我推到吗？啊、推不是我，应该是我推错。僵尸妹，上面有个十字、那個。然后你要平原还是地狱？我都要，都要。我怎么办？怎么办？跟谁就要谁就是谁了。O R A， 有点多呀。O R A， 还要多了什么东西呢？那就来就就噔噔噔噔，大家又是杰克，杰克，杰就是国王命，杰王的。真的，杰克本来就是个国家。杰克对面的交给你。我想说，我站的位置好像不代表。默契默契。啊，大家没有往下挖吗？哦，哎、欸，为什么你们都在这里？大家都在等人往下挖。那个有一些人要去拿那个父母金苹果。有拿了拿了拿了，我在等你往下挖，你赶快挖。杰克，快！来，上面要点，你可以挖了。好啦，别吹，快！是建筑工人吗？吹一下，我们都想要吹国王啊！吹国王，哪里怪怪的？啊！结账，结账啊！你们要挖，刚刚有铁的，可以挖一挖。我四块，我四块了，阿基。哎，你怎么了？你四块？三块啊！哎，回头啊！六块七块，让我。赶快你回头啊！回头有，快好了，快好了！回头啊，你回头啊！有回头，回头。十块鸡比较好。那个，杰克先给你。我塞了二十块 ，Thank you。你可以买大桶的啊，就二三十块鸡。你可以买像那个肯德基鸡米花，那个有吗？哦，那个看起来好好吃。美洲有卖那个八十个鸡米花，卖两百多台币。八十个鸡米花，一桶啊，都是鸡米花。这个太好吃嘞，超好吃的。
感觉好爽哦，感觉好咸酥鸡的感觉，就很邪恶啊！那个带进去看个影子、欸，有没有黄金？黄金缺一克，没有，自己没有。我这里有黄金。好了，巧克力这里啦，你留个铁吗？我一块钱都没有。哇，金砖！哇，你留的是金砖，哇，太高级了吧！哇，欸、那传家宝贝已经给你了，好好好，真的是传家宝，阿嬷祖传的金砖，哇，传家宝还是巧克力挖的呢，哎呦，巧克力挖的，哎呦，巧克力金砖，金砖要以身相许啊。哈哈，对面有那么快？哎、欸，对面更快啊！对面更快，来吧。等一下，面有黄金，我一块钱都没有、欸。你也太穷了吧！超穷的，为什么？怎么回事啊？他挖完，他回去生那个奴隶啊！我去他们家挖他们的。好好好好好，好合理合理合理。对啊，你们也赶快准备保护自己。啊，上楼。嘿，你们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没错。嗯，做事大家，哎、欸，有人到家里面来了，有人来了。他进那个房间门歪哇，有一只狐狸跑进来了。狐狸，他进那个房间门歪哇，我挖不下去。他要来挖黄金了，对，你们赶快能挖黄金先挖，不要留，不要留了。通通挖钱，通通挖钱。狐狸跑进来了。Jerry 赶快回来挖你黄金。没有，刚他进你还没生吗？还没啊。哦，那你怎么哪来的金砖啊？就我就说是巧克力挖的啊，挖出来然后给它藏起来，哇，所以怪是我的、啊。对啊，我现在才理解啊。很远很远，我想说是哈基挖出来然后留着这样。这个吗？嗯嗯嗯，我帮你把它填平了、欸。我需要一些铁。我也需要一些铁，我还没换稿。那这可以装。你需要铁是吗？好，我挖，等下留铁给你们。对，铁互相帮忙，黄金直接挖走了。我这边有铁，我这边有铁。他要挖了，赞！哎、欸，挖他脚，快快挖他脚下。我的速度没有脚下。来，我先找奴隶。哎呦，上去一下。特别嗨的。啊、哦，我死快了。对面怎么这么有钱啊？他们人多啊，大家互相帮忙啊。哎，不行不行，有至少努力，至少努力。好好。哎，哦，他好烦哦，这个小狐狸。他假下。你们有钱先放箱子，我的，我的。我黄金呢？你们的黄金呢？对面的。哎，被挖掉了。这个是哎，这是。快钱的，快钱的。有钱有钱，藏很久的黄金就这样被挖掉了。我找到了，真藏的吗？珍藏的黄金到了。那个珍藏的是不是巧克力挖的？那不是我的，我靠我自己挖出来。哦，我在对面啊，你都想把我的拿走啊？怎么想都是巧克力的错的，关我屁事啊！然后我要投降了，我要投降。不行，投了投了投了。你挖到我的洞了，哈！你找到他的洞了。换母汤。我的哇哦，我挖矿的洞穴。哎、欸，我们那个我们要放那个哦，要结婚喽。重点是要放那个香香。嗯。啊哇，哎、欸，大分钱呢、欸！天哪、啊，哇，不一堆，不一堆，嗯、小狐狸嘛，哈哈哈。我们那个岩浆块看谁要放香蕉，两次了，两次了。都没有哎、欸，今天好飞哦、喔。为什么啊？到了这场都三次了，有没有人去？先说有没有人去？我没有，我还在底下。啊、我身上根本没有钱可以买箱子，你知道吗？就九块钱，我上去，可以领十块，哇，十块钱都可以，我九块钱连领都领不出来、欸，你今天怎么这么穷啊？好穷、欸，超穷，从上一把就穷到现在，对啊，去放，好，跳，放香香，啊，小狐狸呀、啊，嗯，还小狐狸呀、啊，哎呦。我们谁做666去挖那个啦？哇，可是感觉很慢，他们这样都200了，这个效率感觉没有很高。那、欸、他们现在没办法挖，暂时。那我还先挖着。可以，可以的。不然等下就组队啊，四个人一挖啦，一人挖两四个脚，这样子最快。好，不要太强了。咻咻咻！
有，我这边可以努力二，三我就不行了。好，那是个 bug。哇，你断线了。显示 bug。嗯，挖太快。咦，黄金？啊、什么？地狱门挖太快？你怎么挖的？不是那个啦，人家地狱门挖的有点快，开了什么？如果说地狱门挖太快，我就开外挂了。真的。你的地狱门是黑曜石摸一下就自己会破掉的。哇！好容易那个，我去挖地狱门好了。还是你是可以隔着石头就可以挖到黑曜石？哇，太强了！是吧？都没黄金哎、欸！哦，有了。你都要先抱怨一下。我一定要抱怨一下，怎样要怎样？对啊。真控制黄金，真控。哦。再多抱怨几句吧。哦。欠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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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抱怨完石头欠石头那等一下就會消失啊等一下就不見了啊完畢審稿子可以定期刷掉哦，谁没补地板？好，哎、欸，那个蓝队，蓝队，然后岩浆块又要再放哦。我们的岩浆块被那个又没了、哦。好，可恶！我在他们的地狱吧。哦，那有人可以放香香吗？可以。耶、yeah ！有了。音乐，我来支援你。来。杰瑞已经在旁边了。嗯，底下岩浆块人的笑了吗？可以直接从我们地狱门走过来。有点多啊，他们。好。我们家有像有人也去挖我们家，是不是？嗯。对，有人叫我挖我们家地狱门。好。我已经先放一个箱子在那边了。哦，好。哦。你这大胖子，西瓜变香蕉，我怎么这么讨厌啊？可恶。啊、哦，这个香蕉更讨厌，是不是？对啊，哎呦，不想理他，不想理他。以后每次看到他都是新的水果，毒我啊！下次变竹子，哦，我变竹子，他一定人很好，人很 nice。哇、哦，哎、欸，他又忘了，要在那个，你先是买那个，放一堆石头，放一堆石头啊！小雨，放一堆石头。哎呦，这个。挡我路啊！举动那个，不会。反反右，所以哦，好烦。哎呀，我先挖玻璃，然后你先挖石头。好。还有很爱弄分数哦。对，石英矿也是分数哦。石英矿对，就一次，但是它不会重生啊。哦，是新的。嗯。这里感觉超少人挖它，我超容易显示 bug， 加个香蕉，互相帮忙。嗯，我挖左边了，没关系。这个香蕉不能嚣张多久。这怨气怎么能重啊？怨气超重。挖一起来比。他们有人在那边放石头。我们又多了个小伙伴了。那边是你的。我先挖上面。欸、对，先挖走那个中间、嗯。我从左边开始挖。好。哎、欸，我们努力现在是两等，是不是？哎，是还在吗？还缺一等。那我去把它升到三。哎，头顶绿的谁戴绿帽？小狐狸。我没有。哎呀！哎，还好我的钱还在。大战！掉下去！耶！五哈。你干嘛？你干嘛？不要！我想活。我进转墙了。中间有附魔晶苹果、啊，他们没看到。拿走。好。哎，来，我不怕火啊！怕了。说不定还在，我过去看看。嗯，还在，他傻傻。哎，两个哦，转，中翻了。撞翻啦！啊 ，Switch， 嗯 ，Nice， 还来追你哦。我们三个是不是被遗忘了、啊？进来了、哦。对，继续挖吧，挖好挖满。他掉下去了。哇，这可能要吃一颗了。吃，至少不要给他就好。已经2000分了耶。
哎、欸，我不小心摔死。啊，我家狗生气了。直接生气了。摔死了。你连鸡都不用吃，去压到狗。压到压到，不是我，不是我，小颗粒不是这样子啊，跟我无关。他的尾巴很痛，很难过。你看我家狗惊惊。我怎么知道会压那么远哦？真的是蛮远的。孩子，我们自己千分啦、啊。九千，那你们可以继续，我们慢慢来，没人理就慢慢来。是不是有人要叠？有人要来了、欸？啊，你下去啦！继续啊！啊啊！好死了，小心啊！我回来了，你就继续在下面啊，这样哦、喔。然后第二天再买。我剛剛被打死了。哦，好。谁？这个家里有人，你小心。反吗？750，那你怎么不打他、啊？750，看着他你不打他是怎样？因为他和平的，我就不想理他。和平的就揍他，揍死他，挖掉头。